来，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家自己飞来的山红头。为了把它养好，营养均衡，我们除了给它吃面包虫之外，还有饲料、水果每天换，当然还有最营养品鸟界的龙虾级。噔噔噔噔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没看到，只有看到我的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跑上来了，看到了吗？哟，跳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请回答。最近这个买的大了一点，长大好多。要不要有一个距离？蟋蟀，小蟋蟀，噔噔噔。有时候一只一只想办法喂它，下次再录影给大家看。一只一只倒下去，然后它会来接哦。空中拦截非常棒。有时候怕它会 miss 掉，我们会把它就好，不要掉来掉去，拜托。等一下再放你出来玩。来，你的虫虫把它弄死在哪里？给好朋友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右边这边。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拜托，抱歉，也没有看到，看不到呢。哇，在下面啊，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封起来。来，走远一点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清楚呢？哦，清楚了，保鲜膜把它封起来，没看到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小红你不要跳来跳去，会让我很焦虑。有没有看到右下角？我刚刚好像倒了五只的样子，让它一次吃个痛快，但是它不会一次吃完，它会先，因为我们旁边有用保鲜膜封起来，所以那个不是蟋蟀，是蟋蟀，对，蟋蟀跳不出来，然后他会先把他们刺死，等他肚子饿，想享受大餐的时候，他再慢慢一只一只吃，很聪明吧？三红头很聪明吧？这样他们就不会跳出去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们死了，我可不可以帮你把保鲜膜打开？小红，拜托不要这样一直跳。哦，我好焦虑哦，这样一直跳。刚刚才出来玩呢。嗯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马上再放你好不好？先把那个保鲜膜拿掉，然后放你好不好？好，先录到这里。好，好啦，灯关掉。